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啊，大家吉祥。我们前面课程呢、跟大家一起交流了学习《论语》我们应该建立的观念态度。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李炳南老师因为我们《论语》讲要讲记这个都是根据李炳南老师的教导编成的。我们能深入了解李炳南老师我们要再来学习他的教导很能领会老人家的心跟他的教诲能够相应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呢学一篇古文比方我们学习《出师表》那先了解一下孔明以及他所处的年代我们再来了解这一篇文章容易深入了所以我们花呢几节课的时间呢来了解李炳南老师而我们学习的这一部《论语讲要》是李炳南老师的学生呢醒功老师所整理的他是李炳南老师的长随弟子那我们也是很遗憾我们醒功在上个月6月27号农历是5月29号老人家往生极乐世界了而他的精神呢真的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榜样我们学习《论语》有一个很大的福报就是我们看着这些经句只要想到李炳南老师想到师父上人醒功他们就会感觉这一些句子不这么抽象了非常的具体像《论语》当中夫子温良恭俭让我们只要跟善知识们一对照就很能体会这每一个字的一种形象进而我们能够去落实这个
经教，我们能够去效法他们。就像我们看醒功，温，非常的温和啊，一辈子啊没有发过脾气啊。我们看到了没有发脾气的榜样啊，进一步呢，那这个态度啊就很重要了。颜回夫子有说啊，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哦。我们遇到再好的老师啊，他们是我们的一个助缘。传统文化里面呢讲到啊，万法因缘所生。哇，这一句话就包含一切的万法了呢。没有一法，没有一件事不是因缘所生哦。那善知识是我们的缘呢，我们看到李老师父上人醒功他们这么好的榜样啊，那只是缘哦，因呢，因在我们自己身上了。李炳南老师的学生呢几十万人呢，每个人学习的收获不同，受益啊不同，那是不是因为李老师教学生这边教的多那边教的少啊？我想不可能。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了。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要相信老师不偏心啊，也不容易啊。就像《论语》里面呢，孔子有一段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啊，这二三子就是叫着他的弟子们诸位同学的意思啊，叫二三子啊，你们觉得我有隐瞒吗？以我为隐乎啊，吾无隐乎尔啊，我没有对你们有任何隐瞒。我能教给你们的我全尽力教了。让夫子还要讲出这句话，有可能是不是学生里面有人觉得老师有没有藏一手啊，老师有没有偏心啊，陈德自己也曾经遇到有一位同修他比陈德早亲近师父上人。他的母亲也是跟着师父上人的。有一天呢，他的母亲见到陈德，就把我拉到一旁去了，
旁边都没有人了，他就跟陈德说，老人家有没有多教你什么啊？我说没有没有。哦，所以要相信老师啊，不简单哎。他们跟着老人家学的时间比我还长，但是你看那个仪啊，我们说五毒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疑的正面呢是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越相信善知识，我们的收获啊就越大了。那为什么说信任老师不容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假如都觉得父母偏心了，那大家想想他会不会觉得老师偏心了？这个就很难保证了。所以颜回夫子啊，这一句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代表学习要有成就首先呢要信任自己要信任老师我们才能学得好了。所以师长呢常常都会举大乘起信论呢。为什么起信很重要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道之源头啊，功德的母亲啊，他的能生啊，信心能生功德啊。人一没信心呢，兵败如山倒。所以我们学习颜回夫子是好榜样，论语里面呢很多颜回夫子讲的话，他跟孔夫子的对话甚至于是老师赞叹他的话，还有同学赞叹他的话，从这些句子我们可以比较立体的去感受父圣颜回。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好好感受颜回夫子因为孔子赞叹呢颜回夫子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时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的大家读过论语这一句没有？未闻好学者也了。有人问夫子你的学生里有没有好学的？他有啊有啊。
颜回啊，他已经啊去世了，现在没有了。哦，那诸位同道啊，假如我们让自己的老师在我们面前说，现在没有好学的了，我们当下听了会怎么样啊？对呀，对呀，我就是不好学。啊，那这个就变成没有志气了。啊，惭愧。哦，让自己老师说没有好学的，我们要惭愧啊。哦，就像大乘起信论勉励我们，本觉本有啊，有为者亦若是啊。所以承德初学传统文化，看到印光祖师的墨宝，印象很深呢。我们可以从那个墨宝都看到印祖写每一个字啊，都是啊恭敬尽心呢，一笔一画很恭敬。那墨宝写着，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啊。我们有了这个信心呢，学经教不一样了。没有信心学经教，这句我不行，那一句我不行。就像染球，我们前面课程都有提到了，染球也是来表演提醒我们的。染球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他跟老师说，我不是不仰慕啊夫子之道啊，我是力量不够，他信心不足了。孔子提醒他，力不足啊，中道而废啊。你力量不够了，是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了，叫力不足啊。经儒化，你还没走呢。所以你是画地自限，是没信心。不是说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这是师长给我们的勉励，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刚好有一个同修跟陈德说到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太自私了，太傲慢了。哎呀，很可贵哦，一个人能看到自己严重的习气啊，这已经是很有善根哦。这个不是我说的，孔子说的。我说的你们不一定相信哦。孔子说的。论语里面说了，已矣乎，吾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个已矣乎，换作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孔子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挺难的了，我没有见过，
能够见自己的过，然后还能呢，内自诵就是悔过。这个悔过就是感觉到啊，我这个习气啊，伤了自己，尤其又伤了别人呢、啊，很惭愧，很不好意思。那他能讲得出来啊，自己自私啊、傲慢的、啊，他有自见其过、哦。那他在陈德面前讲出来，那也是带着悔意呀、啊，给出家人忏悔呀、啊，这内自诵哦。那孔子在2500多年，他就说啊，他很少很难见到啊，能知过悔过的人啊，是吧？哦，所以我说很有善根，有依据的啊、哦。好，我们成年人呢、啊，有一个东西呀、啊，很障碍修行啊。叫做面子啊！我不知道最近各地面子的行情怎么样啊？大家想不想卖啊？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啊，我很愿意给大家买下来。就像我们在课程当中啊，跟大家有提到了啊，我们修学啊。一定要破两关呢，这两关不破啊，你学50年，门都没有啊！哦，你看这个成语，门都没有，就是门，不是门没进去啊，是连门都没找到啊！哦，我们。既然学了，不止门要找到啊，还要什么？还要登堂，还要入室呢。这个也是《论语》教的啊，“登堂入室”啊，这句成语从哪里来？从《论语》里面来的。孔子说：“子路登堂矣啊，未入于室啊。”所以人呢、啊，要有志气呀、啊，要珍惜因缘呢、啊。我们看师长行功。他们非常珍惜、啊、跟李炳南老师的缘分，这一点我们得要观察出来啊。李炳南老师、啊、也是很珍惜、啊、跟印光祖师的缘分，甚至于是跟佛法跟传统文化的缘分，珍惜首先表现在啊，学而不厌呐、啊，学习没有厌倦的、啊，珍惜了，他珍惜跟老师的缘呢、啊，他会知恩报恩呐、啊。他怎么报老师的缘呢？诲人不倦呐、啊，他知道老师的心呢、啊。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讲到的，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呢、啊。能通众人之志啊。即是懂圣贤之志，
啊，什么是圣贤之志？啊，美育诗士诗人，各得其所。吾何爱何敬呢？则安一世之人，其是为圣贤而安之矣啊！啊，我想，哎，李敏仁老师，啊，看到自己的学生，哦，你看，师长当时候啊，讲经不中断呢，啊，甚至世界各地邀请去弘法。你看老师看了欣不欣慰啊？很欣慰啊！哎，醒功，你看配合老师教学，师智为己智。李老讲《论语》上半部啊，哎，醒功啊。讲下半部啊，啊，李老讲下半部了，醒功讲上半部，讲了多久啊？40年，没有中断。我们想想，这一句诲人不倦呢，在。他们身上啊，真的是彻底啊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重点是啊，啊，我们学了这个经典教诲，啊，颜回夫子说的。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当下我们的心境啊，我们要相信自己啊，我们才能受持啊！啊，假如我们看了京剧了，哎，这一句我不行，那一句我不行。这个要学进去不容易了，而且我们不只看到经典了，我们还看到善知识们表演出来呢。那我们有志气有信心了，那我要效法。所以不能怀疑自己啊，一怀疑自己呢，我们就觉得那我做不到了，就不会去效法了。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哦，所以这一位同修提到。啊，我太自私了，太傲慢了。啊，陈德呢？啊，当下啊，想到了一个公案啊，二祖慧可大师啊，啊，去见达摩祖师啊，请教达摩祖师啊，我的心不安呐。大师能不能帮我安心呢？啊，达摩祖师把手拿出来，将心拿来，啊，老身帮你安呢。哦，这个慧可大师，哎，我怎么找不到不安的心？密心了不可得，虚妄的嘛，假的嘛。你把它当真，它才会障碍你啊。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啊，万德洪明提起来了，贪嗔痴慢在哪？假的，
啊，念念为人着想提起来了，自私在哪？啊，五十三参的心态提起来了，傲慢在哪？烦恼是假的，烦恼贼呀、啊，贼是虚的，做贼心虚啊，不是真的有的。所以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的。所以我把手拿出来，哎，你拿来给我看看，自私在哪？傲慢在哪？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些感悟啊？假如呢，他没有感悟啊，还是我的问题啊，因为我没有达摩祖师的功夫啊。人家达摩祖师手一举起来啊，这个慧可大师就悟了。不过呢，这个公案呢。你看祖师啊，他们留下来的教诲表演啊，太珍贵了啊！能珍惜的人啊，神教古人呐、啊！啊，为什么说文天祥先生说“风言展书读啊，古道照颜色啊”啊？这样的诗词为什么写得出来啊？我相信这个文天祥先生常常跟古人神交啊。你看李炳南老师啊，看书啊，结果有一天呢，下了雷阵雨啊，哇，那雷打的声响很大。后来雷雨过了。这个李老啊，刚好放下书啊，出去走走，门一打开，哎，刚刚有下雨了，哇，他看书专注到啊，外面打雷啊都没有听到，哇，一看就看进去了，神交古人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学处啊！我们现在一读经啊，读着读着，嘴巴还在动啊，魂跑出去了。听课听着听着，哎，我刚刚煮饭啊，那个东西有没有加啊？可能哎，都听一下就跑出去了。专注很重要啊，人不专注啊，绝对没有办法有定力啊。禅定功夫首先要练专注啊，人为什么专注不了啊？心呢、啊，太浮躁了，定不下来。所以为学第一功夫啊，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不要着急呀、啊。修行呢、啊，就是在自知啊。进而去改过啊！我们学经教，哎，对照对照，哎，我那跟圣人的距离在哪？这自知之明啊，哎，进而把它改掉啊，提升起来。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面子啊，对修行人障碍很大。
大家注意哦，啊，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啊，学传统文化要掌握纲领，夫子的教诲的纲领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哦。大家这一句有印象吧？哦，我看很多人没有点头。没有点头啊，正常啊，因为我好像还没讲21遍，所以他没记住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可不能常常啊，火气上来了，我上次跟你讲过了，你怎么还忘了呢？啊，这个就没有忠恕之道了啊。恕道是宽以待人。人家科学家都研究了，要21次才记得住。啊，当然大家不要执着啊，开始在那里算，几次了，几次了啊？你看21次了，这一次你不能给我忘了啊！哎，21次是平均数嘛，因人而异嘛，因材施教，不要学一个东西就着一个东西。你看21次也可以变成执着的点，好，大家假如执着21次啊，来对待我啊，我就毁掉了，因为我开窍的，当然这个窍还没有开得很多了啊，我开一点窍啊，开得比较晚了，哦，幸好我遇到了老师啊。信任我这个学生呢，啊，说我是大只鸡慢提呀，啊，我们在座有不少福建的啊，闽南的同修哈，大只鸡就是很大的公鸡了，慢提就是叫得比较慢，啊，因为他要叫，首先要吸一口气嘛，啊，它长得很大，它吸要吸很久嘛，当然叫出来会比较慢嘛。哇，你们都不知道我听到那一句话多感动啊！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动。啊，因为呢，啊，我这两位老师跟我讲这个话，因为他们两位老师都教过我的姐姐，二姐。啊，我俗家的二姐是，小学、初中都是全校第一名了，啊，你们就知道那个我的压力有多大，最怕遇到什么，颁奖，哦，考试考完了，颁奖，哇，那是最尴尬的时刻到了，啊，我当那个时刻只能把头低下来。头都抬不起来，哎，哦，所以忠恕之道哦，哎，当父母、当长辈、当老师的人，要体恤孩子啊，体恤学生的心情，哎，这个学生考不好已经很难过了，啊，假如这个老师说，哎，你看。同样一个家庭的，你程度怎么这么差？哇，你看这个弟弟妹妹不就信心全毁所以《礼记》《学记》指导我们：导而弗谦呢，强而弗抑。这个强就是鼓励，不要否定他，不要抑制他。这是教学的原理原则，导而弗谦，引导，不要硬拉他，硬拉会适得其反，不要控制，开而弗达，这个开是启发他，
不是一直灌输他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哦，这些话都有深意哦，都不能划过去哦。人心太浮躁了啊、哦。读经听经呢、啊。走马看花。因为太浮躁了，法入不了心呢、啊。囫囵吞枣啊。听了好几年经了都没消化。遇到境界一句也没用上。啊，还是随顺脾气了，随顺傲慢了，随顺贪婪了。所以我们要真受用啊，还得要依教奉行啊。真龙得一滴雨啊。这个是印光祖师教的，得到一滴雨、啊、可以遍于世界啊。啊，泥龙终日泡水中啊，不免上身之祸啊。这个话拉回来我们自己身上，泥龙啊，泡在水中了、啊，哇！化了，没了，上身之祸了。就好像我们这个播经机呀、啊，24小时播着听呢，泡在里面呢，有收获吗？要看人哦。所以还是态度啊。决定的啊，假如是啊，真的家庭工作任务太重了，可能整把整把时间听经呢，拿不出来，哎，放着播经机呀，啊，只要自己呢工作结束了。哪怕只有5分钟要接另外一件事了，他静下心来听5分钟，就放在心上了。好，那当然这样听呢是有受用的啊。假如呢播经机一直播啊，到最后我们听经的态度啊。还慢慢还没有那么恭敬了、哦、那哪怕每天24小时播经啊，可能一句啊也放不到心上来了。所以人啊修道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啊靠我们个人，要护念好我们的态度哦。啊，师长老人家有一个专题讲了，啊，传统文化如何学习？首先，老人家提到了，啊，要把传统文化学好啊。要有恭敬心，真诚心，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现在要听善知识讲经啊，很容易啊，因为多媒体发达了，啊，一上网都可以找得到了，
很方便的。但是有一利啊，就有一弊哦。我们是在相对的世界，不是在西方一真法界哦。有一利会有一弊哦。很方便的时候啊，就容易不珍惜了。所以这两年呢，网上教学啊，在学校都网上教学啊，疫情关系啊，值得我们冷静观察的是什么？是啊，学生小孩上课的态度。假如他在线上久了，他听课啊都不认真了，不恭敬了。啊，我曾经收到一个同修寄来的短视频了。那整个短视频就是小孩啊在上网课的状态啊。啊，我都看呆了。啊，那个有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呢，啊，整个脚都是放在桌子上面的。那个养成的那个听课的态度极散漫不恭敬，甚至也镜头都没有开。哎，明明在上课啊，通通很分心啊，干这个干那个，他养成习惯就麻烦了。因为这个习惯会伴随他多久啊？当老师看父母的看事情要看得深呢、啊，哦，要看得远呢、啊。这个不是小事情啊。啊，有一个同修，哎，他在现场啊，参与课程，因为他在现场嘛，我偶尔能看到他听课的状况，常常看到他魂都出去了。当然，我要反求诸己哦，代表我讲课的摄受力啊太不足了。我就发现了，他很容易啊不专心。后来跟他交流啊，他小时候不喜欢学习。你不喜欢学习会形成习惯的。改掉很多啊障碍学习的坏习惯，这个要改掉啊、哦！像我们提到这个好面子，这个对学习有障碍了。好面子也是贪呢、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呀、啊！哎，好面子啊、哦，人家一提醒我们，恼羞成怒啊！啊，没人敢劝我们了。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呢、啊。我们成年人呢，真的不容易接受人家劝。人家一提醒我们，第一个反应先解释。一解释啊，人家就不是很愿意跟我们讲。这段时间也听到一个孩子的心声啊，我的爸爸妈妈在学习传统文化啊，我好希望回到他没有学传统文化以前啊，
学传统文，我爸爸妈妈学传统文化以前，我感觉比较温暖。啊、哦，我听了都快昏倒了。万法因缘生啊，学传统文化是个缘，我们要善用心，才能提升呐、啊。不善用心学的传统文化，懂道理越多了，对孩子管得越苛刻啦。那传统文化不就变成我们苛刻的真上缘了吗？所以遇到很好的缘呢，我们也得要善用心才能得利益呀、啊。万法因缘所生啊，这句话我们要好好体会啊。李老、师长、醒功，那是我们一个缘呐、啊。我们能受用多少是我们决定的哦，不是他们决定的。他们是平等的慈悲教导啊，就像那个上天下雨啊，是公平的啊，哪有说我给这一棵树多一点，给那一棵树少一点，没有的。可是每一棵树吸收的不一样啊，受用的不同啊，因为每一棵树的根不一样啊。根基不同啊，什么根基？尊师重道的根基不同，很浅它就吸收少，很深它就吸收的多，跟老天爷下雨没关哦。哎，我们今天讲《论语》，举了好几个句子了哦。大家今天可不能说陈德法是一句《论语》都还没开始讲。好，《论语》在哪里呀、啊？在我们当前每一个境缘当中啊，都有《论语》。义理在其中啊，为什么？理事不恶啊，理在哪？在每一件事里面呢、啊。好，所以不能画地自限哦，不能起这样的心念呢、啊，要相信自己、啊。不能怀疑善知识、平等无私的教导哦，不能起这些疑心哦。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孩子的心声，诸位同道啊，你们知道，孩子对你们学的传统文化。之后的心声嘛，大家听得到吗？哦，这个孩子又提到了，哎，父母学的传统文化，虽然会问我们，孩子啊，我们有什么缺点呢？你可以给我们指出来。可是呢，每一次我们一讲啊，他们就解释很多，我们就不想讲了。哎呀，这个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啊！大家要知道啊，孩子心比我们清净了。哦，我们不要年纪大了就倚老卖老啊，有时候他看得比我们明白呢。
提醒我们什么？不要做表面啦、要是发自内心啊，能接受别人提醒啊，所以学传统文化的，不能感动家里的人啊，那真的是门都没有，门都没进啊。为什么？家里的人离我们最近啊，哪有我们真的改习气了，他们会感受不到。我们真改了，他们对我们的信心提升了，对我们肃然起敬啊，怎么不能感动呢？所以格言联璧有一段话讲得好啊，近处不能感动，未有人及远者啊。小事不能调理，未有人治大者啊。小事都办不好，还能办大事？古代有一个事例嘛，一个孩子口气很大，房间都不整理啊。长辈跟他说，你那个屋子怎么不扫一扫啊？他说，我的手是要扫天下的。那长辈说，你一屋都不扫，你还能扫天下？所以《论语》这个《孝经》里面讲，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疑于长，居家里，故智可疑于官。古代的官员为什么可以变成父母官呢？他在家庭，他在家族里面，他就训练了懂得人情事理啊，和睦家族啊，懂得事情怎么办呢？做人做事，他在家族里面就锻炼了，所以他居家里故智可疑于官呢。哪有说他当官了，考上功名，当了进士了，开始学怎么做人做事？不可能的。所以家庭啊，对孩子做人做事的锻炼太重要了。所以格言别录这段话很有意境的、一家子弟不率规矩，未有人教化他人者。自己的孩子家庭的规矩都树立不起来，还能够去教化天下百姓？不可能。所以《大学》说，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这些话大家不要侥幸哦。你说我孩子虽然没教好，可是我去给人家上课，人家都说很受益啊。告诉大家，那是别人的善根啊，不是我们讲的好啊。再来，我们孩子都教不好了，我们讲出来的这些教理啊，会不会有偏呢？偏了会不会误导别人呢？我们心没有偏，我们自然会呈现在医报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呢。所以首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都是对的，我们的孩子教得好，这是最近的医报啊。这些经句啊，我们
都不能侥幸对待啊，他完全来受持啊。君子居义以事命啊，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他安住在他当下的因缘跟本分当中。说实在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啊，我们都不能为他尽心尽力，我们说能为众生尽力，这个逻辑就有点讲不通了。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我们冷静观察，弘法的路能够走得长远的，真的就像中庸说的，居义以事命。他把学到的经句啊，真正用在自身修身，用在家庭齐家。大学这个次第讲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那就是利益社会大众了。这个话里面也是知所先后了。因为有修身齐家呢，我们才能给大众表法了。不然人家新来学的，一看我们的身心状况，一看我们的夫妻相处，哎呦，假如学成你这样了，那我们不敢学了，这个流弊就会出来了。所以小人行险以侥幸啊，不能用侥幸的心哦。哦，这每一句讲的这么肯定啊，我们不能含糊啊。家齐而后才能国治哦，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所以真正弘法长远的，他一定都是依教奉行，敦伦敬分，安住当下，我有遇过啊，让他讲课很高兴，让他回去敦伦敬分很不愿意，甚至给他提了好多次啊，要体恤太太啊，要好好花时间陪孩子成长，劝不回来。当然了，我劝不回来他，我自己啊很惭愧。是我造成的，因为一开始带团体啊，没有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我们培养一个弘法的人才也要务本啊，哎，结果当时候自己智慧心态都有问题啊，想说我赶快训练他们出去讲学呀，那就会着重在上课的技巧啊、方法啦、心地功夫啊，敦伦敬分会忽略哦。一上讲台，哇，那个因缘更容易染着了。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师长老人家说的，学传统文化，真诚心、恭敬心，还有一个是亲近心，不能贪着财色名利啊。这样我们呢才能学进去了。那刚刚跟大家有提到，我们要入得了门呢，要先过两关。夏莲居老师说的，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所以我们这个面子不放下，这个自欺一关是打不破的。我们能让家人呢提醒我们，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我们能让呢同事、下属提醒我们呢，没有压力。我们自己要制造这样的家庭氛围啊，制造这样的团体氛围啊。执行是道场啊，要把《弟子规》这一句“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归。假如说团体里氛围是没人敢说真话，那这个团体要兴旺就不容易了。再严重的就变成粉饰太平了。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团体跟一个身体一样啊，有问题及早治疗，很快就恢复健康了。拖得越久啊，越难调整的，身体如是，家庭亦如是，团体亦如是啊。这个我们学历史啊，以史为鉴呢。粉饰太平啊，往往都是每一个朝代要灭以前一定有的现象。我们后人哀之而不引以为戒，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很可能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团体当中了。所以放下面子重要了。夏老说，须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当我们看到自己每一天念头一言一行，哇，好多错误哦，这样的状况不是坏事哦，这样是修学好的现象哦。假如我们到了晚上想想，我今天有没有过失啊？好像没有啊。那这样只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快成圣人了。第二个，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修行人呢，这种观照力会不断提升，越观照看得越深，看得越广，看得深呢，真的是从心源隐微处啊，
默默洗涤呀。其实我们在境界当中啊，很难关照自己啊，都是看别人的、啊。哎，五十三参哦，一切人事境缘呢，都是老师、啊，自己是学生哦。反观呢、啊，在境界当中啊，才不会被境界转，才不会起情绪啊。才能从这个境缘当中呢，更认识自己。啊，我太容易啊起情绪了，我太容易啊着在表面了。哦，比方看到孩子贪吃了，啊，马上你怎么又贪吃了？啊，火气上来了。孩子贪吃这个相啊，为什么他会贪吃啊？贪吃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啊。其中有一点，我的观察，心不安，内心啊不安定啊，或者比较空虚啊，他就想多吃点东西呀、啊。啊，比方说呢，很缺父母的爱呀、啊，他心里空虚了，不安了，他就借由吃东西呀、啊，好像感觉。心情比较安定了，他控制不住啊。心安的人呢，欲望就会少，精神比较稳定的人，欲望自然就少了。但是我们当父母的人，没有去体恤孩子的心，只是一直盯着他的行为，在那里控制要求，我们在境界当中就提起控制要求，没有提起体恤了，把要求啊转成体恤啊，把要求控制转成体恤啊，好。把怀疑、不信任转成相信了，我都感觉现在父母要相信孩子都不容易。为什么？落太多印象。当老师的也是哦，你落了印象了，就很难相信学生的潜力了。所以其实在境缘当中都在提醒我们了，我们有没有落印象了，对人有成见了，我们有没有分别执着啊。师长常引这个禅宗的话，你会吗？什么叫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能关照到自己的念头言行有没有分别执着，这叫会哦。哦，所以我们得在每天呢发生的事情里面反省啊，不在每天，不在当下反思啊，真的看不到自己心态上的问题，言行上的问题。好，
啊，比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不经意啊大叫，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你怎么乱叫啊？给我闭嘴啊！以后不能乱叫了。都在向上处理问题。孩子为什么会不经意叫出来？他内在也很可能有什么？有压抑的情绪在啊，他要把它抒发出来啊。哎，我们首先最习惯的就是控制要求，很难理解体恤。中恕啊，这个恕呢，能够啊，设身处地啊，感同身受啊。所以像这个中医师啊，他治病啊，他要从根本治啊，他就不会着在他的病的外相，他会找根源在哪啊。那中医是医人的病啊，可是实在讲，这个中医师一治病啊，最后都要治哪里啊？治心呢、啊，比方说这个人肝郁了啊，给他开个逍遥丸，但是你不疏通他，他一直放在心上挣扎的那件事啊，你说那个药能起多大效果啊？大打折扣了。所以学中医的人可能还得要能用传统文化疏导病人，你的好人做到底吧，送佛送到西嘛。你当父母老师的，你要疗愈孩子，疗愈学生心里的病，所以这不能只看表面啊，要找到病根啊，要理解它啊。所以我们看现在有一个词啊，叫理解万岁啊。可能我们先听到这句话，哎呀，都没人理解我，很渴望被理解啊。都没人理解我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可能我都没理解人家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我们理解别人呢，就赶来别人理解我了。家庭里面呢，要把良性循环带动起来啊。好，我感觉一个家一个团体里啊，都有一种无形的惯性在里面，那个都是一种无形的风气，你要把它把恶性循环转成良性循环，要从父母自己的心转起，从领导者自己的心先转起。医报随着正报转。好，我还有听到有个家长，他的孩子在玩电动玩具啊，被他看到了。我们很容易着相啊，着了相，跟着是什么？嗔恨起来了。
学传统文化的，学什么？不被境转，不能一看到一个景象呢，是控制不住情绪的。学传统文化，就学不被境转，能转境。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呀。在哪里转境界？当下。啊，他一看孩子在打电动玩具了，可能呢，马上，我陪你学传统文化，学了那么久，你还敢给我打电动玩具？大家有没有看到会关心的人，关到什么？我的付出都有落影响，我的付出延伸出来就是要求。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存是爱人之心，则为端呢、啊；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躯呀、啊。奇怪了，爱人怎么会最后会生气呢？因为那个爱、那个付出是有条件的，是有求回报的，投资报酬率呀、啊。结果一看，哇，还给我打电动玩具，哇，那火气就上来了。哦，那不简单了，在境界当中能观心为要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啊。结果啊，他很生气啊，他的孩子跟他说：“妈，你别生气了，啊，我玩电动玩具啊，可能跟其他孩子玩不一样他妈妈一听，还是很生气，把他打得要死。你看，我们当下强者先谦呢，就是情绪脾气最强。孩子都跟我们说了，妈，我跟可能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你总听听他的心声吧。为啥不一样啊？其他孩子玩呢？他是玩物丧志啊，他陷在里面了。我是学传统文化，学得太苦闷了，啊，体会不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哎，诸位同道啊，你很苦闷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听听。师长讲经啊，那叫标准答案呐、啊。你真正很苦闷的时候，我看听听古琴不错。哦，因为呢，苦闷的时候啊，你在听到教理呢，有时候也不容易放松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而那个古琴啊，你随着那个音乐，可能心呢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最起码什么，一般呢，我们苦闷的时候要转移注意力呀。这个时候啊。可能就打开连续剧看了，烦恼暂时忘记，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中恕之道。所以哪一个学生突然
在看连续剧被我看到了，啊，当下怎么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讲课不够精彩，你不要就是一顿指责嘛。哎，指责能够让人的惭愧心唤醒啊，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感受的、思考的。哦，那当然了，纵使是孩子沉溺在电玩里面了，啊，他不是暂时，只是舒缓啊，转移这个苦闷。你哪怕是他都玩物丧志了，这个孩子都值得我们怜悯啊！谁愿意堕落啊？啊，那铁定是他缺爱了，铁定他可能遭到太多人的否定了。那他毕竟是个孩子，那就很容易破罐子破摔了。啊，我们面对一个玩物丧志的孩子，能不能感同身受他的内心呢？啊，我们见过不少好的老师，甚至于在监狱里面教学呀，啊，把那犯罪的人最后感动，啊，顺着他的教导，最后出狱了，变成有贡献的人，不少啊，都给我们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总在遇缘不同啊，他遇到一个不止不会嫌弃他，啊，还自始至终信任他的老师的话，很可能就是他浪子回头的缘分了。好，那啊，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啊，跟大家啊谈到啊，醒功师长李炳南老师，我们觉得最幸运的，就是他们把经教啊演出来了啊，我们要学习这些经教啊，一想到啊他们的行仪啊。好像那个抽象的京剧啊，变得非常具体了。这是我们的福报哦，我们要珍惜哦。好，一个行功温和、善良、恭敬啊，承德有幸啊，啊，清净行功啊，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他老人家75岁左右了，早早就出来啊，在他们家的巷口前等我们，还怕我们找不到啊，非常的恭敬啊，真的是终身难忘啊，道德学问这么高。对每一个人，啊，哪怕是他孙子辈的人都那么恭敬。哎呀，自己想想，又没有道德，没有学问，还敢对人不恭敬吗？哦，那老人家那个影像啊，历历在目啊，温良恭俭，我们看。行宫那个穿着非常的简朴啊，啊，非常的谦让啊，
他老人家教学呀，配合老师教学，讲《论语》40年没有断，跟着李炳南老师学习，常随众，学而不厌。《论语》教了40年，《易经》教了20年。诲人不倦呢。好，我们能更深入了解李炳老，了解醒功啊，对于我们学习《论语》啊，大有帮助。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